欢迎来到这场与宇宙奥秘的邂逅之旅。宇宙浩瀚无垠，星辰璀璨闪耀，我们站在时间的起点，却远远无法探寻到时空的尽头。那些神秘而美丽的星球、黑洞、星系，激发着我们无尽的探索欲望。当我们抬头仰望星空时，那些变幻的星座仿佛在诉说着千古流传的故事。火星、木星，它们的神秘力量激励着我们不断追求知识，去揭示宇宙更多未知的秘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坚信，正是因为我们身处这个神奇的宇宙之中，所以我们拥有无限可能。不断追寻太空的奥秘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。